好 ，GoPro 五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大家都讲很多了，好、哦，讲了很多很多了，关掉其中三，讲了很多了呢，真的还有什么好讲的呢？没有，我只讲一件事儿，就是它的鱼眼。拿上来一点。好、哦，拿上来一点。哎，下来一点。OK， 这边刚好。好好好。那注意的是，当你在用的时候呢，这里哈、哦 okay. 线性按下去，这个按下去，你去选啊、哦，在这里呢有窄角 narrow middle 啊、哦、线性宽好、哦，记得变形的都非常的厉害，只有一个不喜欢的人呢，线性呢有一股那个宽广角呢有股广味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但线性呢就还好，好、哦，线性就还好，好、哦，线性按下去之后，该直的它就直了，好、哦，该直的它就直了，好、哦，这给大家参考。再来呢 ，Mobile， 这位先生打从新出来，他的 Mobile 呢，打算来个啥呢？上 GoPro。几种上法要注意，首先呢，你希望上自拍杆对吧、嗯、这个送你小玩意儿、哦、再来记得咱们心机呢像老婆一样要疼惜 爱护，怎么个爱护法呢？粘个这个纸滑的好呗，一样送你，这怕忘了袋子，好，这就会用了吧？会有概念、嗯。好，紧接着扣上去，扣上去，一样用 BOSS 的橡皮筋、嗯、，BOSS 好用的橡皮筋。OK， 分成两个扣吧，一个是上变形，一个是上突出。小心，人家新的机器，一个是下突出，好不好？这两种都不一样。回去你是试试，有一个特稳，好，那么再来，你想要这样拍，我不反对，但你要面对一个问题，你只能开什么 narrow， 只能开 narrow， 跟 middle、wide 基本上想太多。好，接下来这边又另外一个难题要克服。会不够，这里会不够，但能不能用呢？是可以用的，耗电而已。耗电，好、哦，耗电，就是耗电。那耗电咋办呢？耗电咋办呢？我们把它反过来用，耗电呢，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挪到这边来用。平了。好。Mobile 你就改成这样拿，摇杆变这样握，上它就反了，下它就反了，完全相反，完全相反，劳烦你进它的云台系统去改，那能不能跟动呢？晚点跟大家研究研究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方式，另外一个方式，不要这个板，不要这个板，啊、哦，直接上 GoPro， 行不？行啊，理论上是行的。好，咋用呢？这里。我也有贴。您错了，不是的，要这样用。
你在转的时候要记得哈，这个转有咬住就好，不然你会听到啪，嘿嘿嘿，你 GoPro 就裂开了，哈哈哈哈，那你就糗了。Boss， 你脑子进水了，直直的拍干啥？不是吗？你才进水了好吗？好不好？这样子拍，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好，你也可以这样搞。那接下来要怎么弄呢？其他补光，好，补光、收音，好，还有其他的运用，好，静待下回分解。谢谢。关掉就好。哎，按。